保新可能90%会退党参选桃园市长，你怎么看？会不会退党选我不晓得，但一开始我们到桃园的时候，确实他非常的积极争取，那我也拜会过他几次，所以我感觉到他很愿意为国家做事，为桃园人做事，那一直没有初选的机制让他心里面愤愤不平，那到这次换监之后也没有再采取说更公开公平的方式，我认为他是被二次受伤的一个资深党员啊，也为他抱屈，那如果说还有任何的机会他要参选，他要用什么形式参选，我觉得还是非常的尊重，那也觉得如果可敬的对手一起来为桃园的市政擘画哈，选举过程真的是大家比牛肉比政见，我觉得他一定是能够提出很好的一个方向，那让我们也有更多的学习。